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拿过来，你要开哪里？对头哎，烧钱了。它是因为敲，它是敲这个边，它就是把这个边压直，压直，压直，合缝起来，靠起来，靠近一点，再往这边来，往下一点点，没有空。This is mold. They are mold. You change mold.一个这个模具是吧？还是换了两个？圆管轮，换了一个，换前面的还是换后面的？这两个随便。这两个随便换一个，不管前后是吧？哎，我看过你只换了一个模具吗？但是这是压方管的，我必须要把它拿下来。嗯。这两个都是方管的，我要把它拿下来装一个圆管。装一个圆管的在上面。哦。能滑一点。那就有点好那还让看样子。This is long duct machine for long duct machine. 这个呢，现在都在火炉。哦。这是方管的模具，知道吧？哦。这是圆管的，这两个不一样的。方管有两个，方管有两个是吧？圆管只有一个。圆管也是两个呢。一个。这螺丝松掉以后就一松掉，这个轴一拔，是吧？好了，取出来。哦，左右松左右的，好，还有前后的，对吧？这是锁的，这顶头螺丝属于什么？这是一根中间一个轴，一拉出来就出来了。哦，那一个来啊，不来？我这个不是在停的，这太快了，两个。我这不放。能用了吗？谁来了？等一下，你等一下给他看。两个功能，一扣扣起来，好了。扣起来的。嗯，然后扣起来，那。哎，这扣要补一补。好，那然后上上这个上面，这个给他看一下。OK， 好。那到那边，到那边。等一下。放到那个袍里面，我知道了。儿子，是不是啊？就放到那个袍里面，你压紧，给他锁紧。
一拉。得紧，退一点，退一点。得紧那个，紧我子，紧我子。哦。太紧了。把它调松一点是吧，师傅？啊，你太紧了，你它不可能松一点。拿出来，拿出来给我看。啊，这个这样是圆的，不圆了。这口子给他看看，这个位置，嗯，压扁了。松紧，松紧，你要根据人工去调，人。